在台湾有许多珍贵食材常常被忽视，它们散落在各个角落，却有不为人知的营养价值。它们差点被丢弃，连皮都不要浪费，却能让料理带来丰富滋味，不浪费也能很美味。来全年金银花把 Jamie Oliver 带回家。